早上五点的新竹。哇，你眼袋看起来很深哎！展文，我有舒服课，我是蒋女士。好，五零年代可以讲，就五零年代的武林高手的武林啊。那我蒋女士只有自己一个人了。阿红要上班，饭店也是先认识我呢，你完蛋了，快要被我干掉了。今天就收到田妈妈的邀请，那田妈妈怎么是田妈妈？田妈妈她就是行政院农委会，她结合地方妇女观光产业，有餐厅也有观光的地方，他们是很大馆的团体。今天我们来到新竹福乐休闲渔村，跟他们一起捕鱼，这就是本次的计划。我知道捕乌鱼啦，我知道今天来的目的捕乌鱼。对，好，开始，真的实际下去抓。对，好，开始 ，Go go go！咦，打好棒哦！这像背带裤一样，我可以改行了吗？帅吗？酷吗？我是五十外岁啊，没在想诶。不用滑的好了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这里有一只鱼。哇！啊，你是不是埋下去了？这个人是怎样？他是越陷越下去了。哎，你的脚陷这么低啊？啊，换我了。这在捕鱼不是玩泥巴的哦。好多虾子哦。养乌鱼的时候哈，会顺便放一些虾苗哈，乌鱼没有吃完的这些饵料哈，虾子会去捡食，达到一个生态平衡。今年虾子就抓了大概200多万，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区块的鱼给围起来。哇！那边的吸水小偷，你是不是走得有点慢？然后他一直被鱼攻击。好，再进，再进。哪里？为什么我没看到？哇，真的！螃蟹，我是肉螃蟹。这样子啊？完了，这样子。台湾就有研发一种药，就比全部各国都会跟我们买。妈妈，你要放血吗？对，我要放血。好，这里有一个骨头，往下按。放血这个动作就可以弄出，是让它更好吃吗？不是，鲑鱼软会很漂亮，就会晶莹剔透。刚刚师傅教我了，我可以下次来煎餐啊。可以。好大条哦！哇塞，大丰收哎！哇，好像在抓午后。这个人，他现在真的是非常浪费。今天是来社交的，不对，没有人在关心他哎。你看，他妈现在变人气王了，这到底是谁频道？啊，江女士，你今天非常的开心呢。对啊，我适合在这里生活哈、哦。很棒很棒。是哦。抽奖。哇。好可爱哦你！哎呀，不能！哎，为什么一直吻我？等一下，在那边。等一下。对呀、啊，他是疯的吧？这就是我们刚刚捕上来的。啊，眼睛是怎么了？受伤了，你上下转一下，眼睛上下转一下，乌鱼震出来的眼睛。那挂了，不得不敢挂了。啊，你从这边把它带上去。哦，啊，先给听起来。听起来，啊，这个听不到听了。哦，后边够灯的。我看丑陋啦。很重哎，不可控制嘛，再来。好辛苦，哇，真的赚钱不容易。哇，这对我金毛也大，很大，很大。好近呢，啊，这个要拉走，你小心哦，小心哦。请问你觉得弄乌鱼子怎么样？他们都像弄奶油一样。一条乌鱼，它最值钱的地方就是那个乌鱼卵，所以他们都很小心翼翼，他也很怕我们操刀弄到。我觉得真的赚钱不容易，实际去体验我们才知道说，各行各业都很辛苦，我们要珍惜身边拥有。福乐休闲渔村它最有名的就是乌鱼嘛，它其实还有一些乌鱼料理哦，我们来试试看。他们来体验他们的乌鱼料理。对对对。好，田妈妈，耶、yeah, ！我煮的，哎，对啊。为什么要推那个田妈妈的料理？因为我们有农委会的认证嘛，才能挂这个龙头。
这是我第一次吃乌鱼子哦，我第一次吃到那么大片的乌鱼子呢。哇，好吃啊！这个乌鱼子跟外面我吃到的乌鱼子不一样，它这个色泽非常的黄，金黄色，而且吃下去完全没有腥味。你在吃寿面哦，拉起来味道超香的，哎，好好喝。金煮的米粉跟丸类真的超级好吃。金煮很有名的是那个呢，那个米粉，我刚不是讲了？哦，鱼肉好香哎，很好吃哎。萝卜超好吃的，是一丝一丝的这种的，自己手工做的，对啊，自己刨丝的那种的。你跟隔壁的长好像。我们现在来到以前我上课很喜欢来的南寮，这边其实也有田妈妈的踪迹哦，是哦，市场里面也有田妈妈，很多地方都有田妈妈，因为它只是半桌，耶，满满的一桌。像你们这样粽子一颗是卖多少？40。哇，这样40哦。我想吃这个好久，这样一颗是5块，对啊，我本来卖10块，计正来说不行，太便宜，太便宜，这几天才涨。台北在买，我找好久，不是芋头泥吗？嗯，完全是我小时候的味道。像这样，请问你这样拍多久了？20几有，25有了，好好吃哦。那你们应该吃过这个吧？有啊，我们都店超贵，闽南话就叫超阿贵啊，我都叫绿色的，一个铜板价，一开口都看到香菇了，哇！还有蛋黄哎，是不是？嘿，你看，这香菇好香哎！没有，人家抠抠抠的声音。有有，我这样，我这样，你不要这样呢。我接下来要讲一句会引发世界大战的话。我吃肉粽了，我会加番茄酱。不行！大家都加什么酱呢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但加番茄酱真的很好吃。哎，甜辣酱。请问可以加番茄酱吗？番茄酱超好吃。我要被假的，然后它里面，我以前放学回家都要吃两颗，有些机器超啊贵，不好吃，这是手工的，我一吃就知道。它馅好多，你太大口了吧？哇，它里面真的就是包跟粽子一样。哎，我第一次吃哎，酷，好，甜甜的吧，很好吃，就是加里面加很多东西，你看。八分味，正宗。现在年轻的都不会煮嘛，东马还在那边煮，然后这边又有全联，然后这边又有另外一个市场，好可惜啊！我就住在这附近，我们就是地缘关系的。那个卖猪肉是我公公婆，卖鸡肉的是我老公。我爸爸他朋友是说啊，他说你这个东西去台北卖，哇，真的不得了，真的。对呀，你也做个烤哦，真的啊。他说纯手工真的好好吃，这都手工的。对阿姨。对，阿姨，你是三天没吃饭哦？不是，还在包呢，真的很好吃啊！包回去我可以三天不用煮饭啊，不是？那我们今天连续跑了两个田妈妈，用料都很实在，然后价格也很便宜，没有那么多人知道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大家如果来新竹的话，也可以来玩玩看。除了巨城之外，还有其他的选择，传统美食非常好吃，没错，实在又便宜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然后一起来溜爸妈，拜拜，拜拜。謝謝张女士，今天来新竹是 shopping 的吗？回去给台湾阿红尝尝看。